我是妙手回春小十一，请问有什么能帮助你的？医生你好，我只要一和主人分离，我就很难受。只有让主人抱着我，或者是我睡到主人的身上才能安心，这该怎么办呢？你主人那么有魅力吗？也不是，可能是他身上的味道令我安心。味道吗？我明白了，我这边有个偏方，肯定让你改掉这个毛病。首先，你先给你主人买一件厚衣服。是让主人开心吗？我愿意。别打岔，照做就行。然后在主人面前戴帽子卖萌，感觉有点羞耻。接着，你要在他面前看健身视频。这也是偏方吗？别急，最后一步来了，把空调开到29度，你这病就好了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首先，你先给你主人买一件厚衣服，然后在主人面前戴帽子卖萌。这不错，给我戴戴。接着你要在他面前看健身视频，最后把空调开到29度，你这病就好了。大头，你对健身有意思啊？那就一起来运动吧。累死我了，休息一会儿，出了一身汗呢。你是什么胃呀？我这辈子不想和他亲近了。